Alleluia, 他应复我，耶稣基督，我的君王。Alleluia, 他已复活，除免世罪。Alleluia,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主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共用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在这个复活周、复活天持续地去庆祝天主为我们战胜死亡和复活，让我们怀着感恩、平安、喜乐的心、信靠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邀请耶稣进入我们内心深处和我们相处的地方，让我们承认我们对祂的需要、我们自身的罪，准备进入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永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献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借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你赐给我们逾越的救恩，求你使我们常常获得你的助佑，在现世享有圆满的自由，将来在天上亦能得享永恒的喜乐。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那天，百多禄向犹太人说，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麦西亚了。他们一听见这些话，就心中刺痛，遂向百多禄和其他的宗徒说，诸位人人弟兄，我们该作什么？百多禄便对他们说，
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远方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召叫的。他还讲了许多别的作证的话，并劝他们说，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世代。于是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约增添了3000人。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言语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忠实的，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请看上主的眼睛常关注敬畏他的人，他的双目常眷顾靠他仁慈的人，为使他们的性命脱免死亡，使他们在饥馑时生活如常。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我们的灵魂仰望着上主，他是我们的保障和辅助。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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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Hallelujah, Hallelujah.Hallelujah. 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玛利亚马达勒纳就在坟墓外边痛哭，她痛哭的时候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两位天使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他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说了这话，就向后转身，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向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他以为是园丁，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回他来。耶稣给他说：玛利亚。他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勒布尼，就是说师傅。耶稣向他说：你别拉着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玛利亚马达勒纳就去告诉门徒说：我见了主，并报告耶稣所对他所说的那些话。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神父咧都已经好多个礼拜啦，由呢、这、一个3月19号，应该系第一次咧做呢一个网上嘅弥撒嘅发送啦吓。咁、咧就到依家咧已经真系好快咧就到呢、这个差唔多一个月啦。
咁咧就神父都唔知道，原来个教友咧喺呢个YouTube 咧喺唔同日子咧都有留咗啲 comments 啊，有啲琴日正发觉原来系有 comments，咁咧就所以琴日咧就睇原来有啲问题啊，有啲嘢，咁我想答咗一两条咧，大家问过嘅问题咧，因为神父其实应该一早都应该解释一啲嘅，因为我哋习惯咗咧去圣堂嘅时候咧，神父会讲一啲咧，咁有啲答问嘅嘢咧，咁教友会自己会答嘅吓，咁所以因为咁样咧，神父好多时咧都会漏空咗有啲嘢就唔讲啦，因为冇理由自己问跟住自己答噶嘛，咁所以有啲教友就话，点解有啲嘢少咗嘅咧？咁即系譬如。愿主与你们同在，咁你自自然然就会你自己答就系又与你心灵同在，咁神父唔使讲呢样嘢。但系有一样嘢咧系漏咗，系有人问过嘅，就系点解好似呢我神父所做嘅弥撒咧系冇咗唱或者读呢一个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咧咁？原因就系因为咧嗰篇嘅土文咧系唔系神父讲嘅，啊嗰篇土文咧系教友讲嘅。因为神父喺嗰个时间咧，其实咧，系要念两篇，神父自身咧，我哋自己要念嘅，静默嘅一个祷文，啊，一个就系、是，将面饼其中一角搣咗，摆喺个圣桌里边咧，有个祷文，跟住咧，搣完之后咧，神父再要为领取呢个圣体，代表所有人咧，默默地咧去求耶稣嘅一个特别嘅一个宽恕咧，同埋准备，啊，咁所以神父嗰阵时咧，其实就唔应该再。带呢一个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呢个经文嘅，咁神父就即系 assume 咗啦吓，就系、大家教育咧自动自觉啦，去到嗰度就会自己念啊，咁所以神父就冇再做过，因为通常就算喺圣堂咧，神父系带嘅话咧，都系带第一句嘅啫，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跟住神父就静咗，就等教友自己讲嘅，咁喺呢度录影咧就唔系好 work 嘅咁样吓，咁神父讲咗一句，咁教友就会咗更奇怪吓，咁所以神父就删除咗嗰度。就等教友自己做啊！咁亦都有啲人問咧，就係、試過有幾次咧，特別係上個禮拜備證嘅時候啦，神父咧係冇禮成嘅啊，完咗之後咧就直接入呢一個朝拜聖體啊，咁啊一直至到最尾聖體降福咧，咁啊完啦。咁有人就話點解冇咗禮成啊？咁因為咧通常咧彌撒真係完結啦，冇禮儀繼續啦，咁就會有禮成嘅。但係彌撒完咗，繼續有另外一個禮儀係接住嘅咧咁。咁喺嗰啲情況之下咧，就唔會有禮成，同埋亦都唔會有派遣嘅。咁啊，留翻咧喺下一個禮儀，接住呢個禮儀咧，佢嘅完結，用佢嘅完結嘅方法咧，去做呢一個祝福咧，同埋派遣嘅啊，作為佢嘅禮成。咁喺聖體降福嘅時候咧，其實就你已經做咗個祝福啊，咁就所以係嗰度變咗個禮成。我哋今日咧繼續慶祝呢一個復活日啦，今日嘅福音咧，喺我哋星期日。啊，星期日早上嘅弥撒嘅时候咧，系读咗呢一个约望福音第20章咧嘅头一橛嘅头一橛。咁今日我哋听到咧就系、下一橛，下一橛。啊，头一橛就系点啊？就系、玛利亚、马但纳去到坟墓，因为佢好切望想见到救主，就算系入唔到个坟墓见到佢咧，都希望喺个坟墓出边咧有咁近佢个尸首有咁近啊最好吓。咁、我哋有时喺生活上咧都会经历到啊，特别系四。女士们唔系一定系女士，有时男士都系咁啊，或者有时调翻转啦。但系似乎比较嚟讲咧，比嗰个女士嘅嗰个性情咧，嗰个情绪，嗰个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咧，系比较紧密啲嘅，系比较紧密啲。好多时我哋见到都系妈妈咧，妈妈令到家庭咧凝聚，会聚餐啊，会一齐啊，会见翻面啊，有咩大事啊会走埋一齐。往往一啲家庭咧，到妈妈。离世啦，要认罪咧就冇咁容易啊！爸爸有时尝试做呢样嘢，但你要认罪咧难好多。我哋好多时见到母亲节同埋父亲节嘅分别咧就好清楚啦吓。母亲节要约人出嚟食嘢啊，搞其他嘢咧，会俾人闹嘅啊，因为母亲节梗系要同妈妈嘅，由朝陪到去晚嘅啊。父亲节咧好多时我求其食个晚饭好似解决咗咁啊，好唔同啊，父亲父亲嗰个凝聚关系嘅凝聚咧，冇咁 tangible 嘅，冇咁实在嘅，啊，唔系冇佢嘅吸引力，父亲啊，但系普遍嚟讲，自然嗰种咁嘅拉埋一齐，要见到，要黐住，要摸到，要揽埋，拥抱，系母亲可以做到嘅。
女性係有呢個咁嘅特別咁嘅表現出嚟嘅。咁所以喺呢度咧，佢哭佢嘅主，哭佢嘅主要接近，要親近佢。就算佢死咗，佢屍首擺咗喺裏邊，係有個石頭擋住，佢都想喺嗰度每一日翻去陪伴佢。所以佢喺一周嘅第一天呢個星期日咧，好早天黑未光嘅時候咧，已經喺嗰度等啦，已經喺度等。咁所以佢有幸咧，係第一個見到咧石頭離開咗，裏邊係空嘅。咁上次星期日咧講到佢揾咗百多路同埋約望嚟啦，咁樣兩個跑到嚟啦，咁呢個女人梗係冇咁快啦。咁就兩個睇完之後見到空咗之後，乜都冇講咧。呢兩個男人咧就冇話俾咩嘢俾呢個女人知，就走咗啦。都其實都幾唔負責任嘅呢兩個鐘頭啊，即係佢哋兩個發現咗唔知乜嘢嘢。就係話約望見到之後，佢就相信啦。但係兩個仍然未完全了解呢個復活係咩意思，咁就走咗，翻去又匿埋啦。冇喺度留守啊，冇做任何嘢，因為男人就話都冇嘢可以做啦，咁走啦。好正常嘅男人反應啊。咁啊，兩個走咗，咁啊，剩翻個女人，個女人仲喺度哭緊喎。咁呢個兩個男人可能即係好似視若無睹咁啊，即係咁點咧？咁呢個女人喺度哭緊，咁又唔理佢咁。咁啊，瑪利亞、馬大勒嗱，因為佢愛主情深，佢依依不捨咧，所以佢留咗喺度，留咗喺樹咧，佢就變成咗第一個有機會再同耶穌相遇復活嘅主，第一個見嘅人至少喺記錄中第一個見嘅人係佢啦。嗱，有啲神士就話耶穌其實唔係復活咗嗰一朝去探咗佢媽媽噶啦，不過冇記載啫咁。咁我哋唔知啦呢樣嘢，因為冇記載啊。咁但喺呢度記載咗嘅。喺四本福音記載嘅都係第一個見嘅，就係女士們啊，特別喺約望福音、馬窦福音、路加福音咧，第一個見嘅其中一個人係瑪利亞、馬達勒納啊，其中一個最愛、最依依不捨耶穌嘅女門徒，耶穌見佢，耶穌見佢咧，佢呢個好奇怪嘅形容係，佢見到耶穌，佢認唔到佢，佢認唔到佢。直至佢幾時認到佢啊？耶穌叫佢嘅名字啊？點解佢會見唔到耶穌咧？咁好多原因嘅，因為第一樣嘢咧，佢個精神上嘅狀態咧，佢冇諗到耶穌會活着嘅留意天使問佢啦，耶穌問佢啦，你為什麼哭咧？佢都冇直接答問題你揾邊個咧？佢都冇直接問問題嘅，佢已經 assume 咗就係你唔明噶啦。總之我要揾翻個屍體。所以佢唔能够直接谂清楚嘅嘢，谂人哋同佢讲嘅乜嘢，咁可能就算睇嘢咧，都睇唔清楚。有时哀伤咧会令到我哋睇唔到，哀伤会令到我哋听唔到，会令到我哋听错嘢、睇错嘢。激烈嘅情感激烈嘅负面情感会令到我哋睇唔到嘢、听唔到嘢。但耶稣好有耐性喺呢度。佢知道佢需要乜嘢，去叫佢嘅名字，瑪利亞，瑪利亞。咁呢度你見到咧，佢又再一次轉身，好得意啊！佢轉身見到耶穌，耶穌問完佢，同佢講完問題之後，佢再同佢講瑪利亞，佢再轉身，佢唔係已經望住耶穌嘅咧咩？點解要再轉身？咁喺呢度，佢係講緊另外一種轉身。佢由佢望住自己嘅哀伤转过嚟，望住自己嘅哀伤转过嚟，去聆听啊！我记得呢个呼号嘅名字。耶稣话：我系羡慕我嘅羊聆听我嘅声音，而羡慕呼叫羊系用羊嘅名字。耶稣知道我个名。我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有冇听过耶稣呼唤你嘅名字？佢系不断咁样呼唤紧我哋每一个人嘅名字，去等我哋能够唔单止外边转身，系里边转身。琴日都有讲过呢、这个复活嘅生命唔系外在嘅循规蹈矩，更重要嘅系内在嘅软化。因为我听到耶稣叫我嘅名字。耶稣叫我嘅名字，耶稣之前点样触动过我？
点样触动过去，点样喺我生命里边出现过。我哋去尝试去默想翻嗰啲嘅片段，耶稣打破咗我嘅失明，打破咗我嘅失聪，进入去我黑暗嘅灵充耳不明嘅嗰个世界里边嘅时候，以前嘅震撼，以前嘅感动，翻翻去嗰个位，我哋要知道耶稣点样叫我个名。玛利亚、马特兰娜就是记得耶稣以前怎么叫他的名字，所以他连内在都转过来，自然就叫 Rabuni。 一个比勒比同一个意思的字，但是在他们的本身他们的希伯来话里面是一个很亲昵的叫师傅的方法，是很亲昵叫师傅的方法，好自然就话，跟住佢就即刻去朝拜，睇到耶稣几爱呢一个玛利亚马特拉娜，因为佢哭耶稣，因为佢愿意去留守喺树。我哋有几常愿意留守喺耶稣面前？虽然佢好多嘅想法，好多嘅概念，好多事，好多嘅态度，未必系完全正确，所以令到佢。唔记得耶稣话会复活啦，唔相信啊，冇咗呢个希望啊，喺失丧之中啊，喺悲痛之中啊，喺黑暗之中啊，可能佢信主都唔系完全信晒佢，佢系会复活嘅救主啊，种种，可能有少少偏差，可能佢其实只不过系感觉上需要有人爱佢啊，有人明白佢啊，有人帮助佢啊，可能喺好多嘅关系上咧有少少嘅。好严重的破碎，所以令到他看不到听不到，但是他愿意去等待。但是我们何况又不是很多时候好像玛利亚马特勒勒看不到听不到，被我们自己的忧伤恐怖罪过自卑责备感不堪当，令到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或者在今天这个情况，我哋安全喺家中嘅，好多担惊，好多忧虑，或者识得朋友喺患咗嘅，患咗病嘅，要隔离，要喺深切治疗，要喺病床嘅，我哋会好睇唔到，听唔到，或者现在不幸地已经喺医院嘅，喺医院度睇紧呢一个离世嘅，或者喺病床嘅，或者喺急症嘅，或者喺深切治疗嘅。需要氧气机，需要这个呼吸机。我们何妨又不会因为我们自身的不能够看不到听不到，但是耶稣一样在这里呼唤着，用我们的名字去叫我们，我们内心知不知道转身是耶稣，我收纳你。当那一刻我们转的时候，耶稣就宣布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身份，我们最需要紧张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我的父是你的父，我的天主是你的天主。耶稣启示了给玛利亚马德勒纳，这个整个约望福音特别是强调的，耶稣去哪里？去他的父，但是他要彰显报告俾我哋咩？我去紧嘅地方，我嘅父系你嘅父，我嘅天主系你嘅天主，我哋一齐去，叫玛利亚马德勒快啲去我嘅兄弟嗰度，话俾佢知，我嘅父系你嘅父，我嘅主系你嘅主，我哋一齐去，我哋有工作要做。呢度亦都系第一次，耶稣嘅复活之后第一次喺圣经里面第一次，耶稣唔再叫佢嘅。那十一位是他的门徒、宗徒，说他的兄弟，因为他们同属同一个父亲。所以今天当我们继续去默想这个复活日这个喜讯，这个奥迹的时候，再一次学习当中的奥迹，玛利亚马特勒勒他的心情，而我们每次祈祷的时候，很想放弃，很想起身，每次觉得需要去
多啲去陪伴耶稣去默想圣经嘅时候，啊，好唔愿意嘅时候，天主帮我哋好似玛利亚、马德纳纳咁样去依附耶稣，去等待佢，去切望见到主，去切望聆听到佢，聆听到佢召叫我哋嘅声音，等我哋内心再一次回头睇到佢嘅主，佢嘅父就系我嘅主，我嘅父，爱嘅天主，真正嘅圆满，真正嘅释放，真正嘅自由。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将我哋嘅需要呈上俾我哋嘅主，我哋为教会祈祷，愿全球各地喺呢个疫症嘅时候，教会能够团结一致，由我哋自身每个人开始，让我哋抗拒呢个悲伤、害怕、呢个忧虑嘅诱惑，而活喺信心之中，活喺慷慨之中，活喺欢迎主耶稣嘅内心，同佢建立更深嘅关系，去爱主爱人嘅信念之中，我哋积极活出复活嘅精神，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尚未领洗、尚未认识主耶稣嘅弟兄姊妹，或者领咗洗但系离弃咗佢哋嘅信仰嘅弟兄姊妹，让我哋藉着我哋嘅生活嘅见证、喜乐嘅福传，让我哋喺我哋身上重新见到耶稣真实嘅临在。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所有因为呢个疫症而受痛苦嘅弟兄姊妹，无论系身体上染咗疫症嘅弟兄姊妹，或者因为其他嘅病而喺医院度，但系要同人隔绝嘅情况之下，喺老人院里面，好多安老院、好多疗养院里面，同亲友隔绝嘅弟兄姊妹，或者好多疫症爆发嘅呢啲嘅疗养中心嘅地方，为嗰啲前线人员，为好多家人朋友喺呢个情况有好大困难嘅弟兄姊妹，求天主教导我哋点样去辅助佢哋，点样透过我哋嘅祈祷同埋工作，可以帮佢哋信靠天主嘅临在，帮佢哋可以减轻佢哋嘅痛苦，帮佢哋能够可以有勇气、有呢个希望去继续向前。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俾我哋特别系祈求天主尽快将呢个疫症停止，将佢嘅方向转向令到我哋可以早日可以回复正常嘅生活，社会能够渐步入去正常化。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喺呢一刻可能会最 vulnerable 嘅人士，特别系喺呢啲好多嘅同屋企人隔离嘅情况之下，或者唔喺自己嘅家园，喺出咗国翻唔到屋企嘅弟兄姊妹，或者系露宿嘅人士，愿天主一一去辅助佢哋。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我哋家庭里面各家各户嘅需要，教导我哋去善用呢个时间，去珍惜我哋屋企人，去互相尊重爱护，彼此宽恕，彼此去聆听，彼此去祝福。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听我们。仁慈嘅天父，求你收纳我哋嘅祷声，求你将我哋内心种种嘅痛苦、种种嘅忧闷、种种嘅困难，化成你复活嘅临在，教导我哋点样守望相助，团结一致去应付当下嘅困难，就是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赐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赐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仁慈的上主，求你收纳你子女的奉献，使我们在你的护佑下妥善保存现世所得到的恩宠，将来亦能获享永远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日我们理当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自己的死亡消灭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至仁慈的圣父，我们仰赖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恳求你悦纳并降福这些圣洁无玷的牺牲。我们将这些礼品呈现给你，首先是为你的圣儿公教会，求你在全球各地赐他平安与团结，保护他，治理他，同时也为你的仆人，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所有主教以及所有崇奉真道、忠于大公和中途信仰的人们。上主，求你垂念你的仆婢和所有参礼的人，他们的信德和虔诚是你所深知的。我们为他们或他们为自己和亲友将这赞颂之祭奉献给你，以获得他们自身的得救和所希望的身心安全。他们并向永生真实的天主你呈献自己的心愿。我们联合整个教会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肉身复活的至圣之日。我们首先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之母终身童贞荣福玛利亚，并纪念圣母的正配圣约瑟及你的圣宗徒和殉道者巴多禄和保禄、安德勒以及所有圣人。求你看他们的功劳和祈祷，在各种境遇中护佑我们。上主，我们恳求你悦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我们特别为所有从水和圣神再生的人们奉献，他们全部罪过已获得赦免。求你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你所拣选的人群中。天主，我们恳求你圣化并接受这些礼品，使成为你音响的完美祭献，就是你钟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就受难的筵席，把面饼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举目向天仰望你，他的全能天主圣父，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把这珍贵的杯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恩赐，教世的恩主，你藉着苦难及复活，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求你拯救我们，上主恩赐我们作你仆人的和你的全体神圣子民，纪念你的圣子我主基督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以及他光荣的升天。我们从你所赐的恩物中，把这纯洁神圣无玷的牺牲、永恒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奉献于你台前，求你慈祥地垂视这些祭品，并欣然予以接受，就如你曾接受了你的义仆阿伯尔的祭品、我们的信仰之父阿巴郎的祭献和你的大司祭麦基瑟德所奉献给你的圣洁的祭品、无玷的牺牲。全能的天主，我们恳切求你，命你的圣天使将这祭品呈献到你至高的祭台上，在你神圣的尊威台前，使我们凡参与这祭献的，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之后，得以充满一切天恩和圣宠。上主，求你也垂念我们的祖先和你的仆婢，他们保持着信德先我们而去，如今正在安眠休息。上主，我们求你赏赐及所有安息于基督怀中的人，进入永福光明和安宁的天乡。至于你的仆役，我们罪人依持你无限的仁慈，求你为赐我们加入你的圣宗徒及殉道者的团体，就是约翰、斯德望、马蒂亚、巴尔纳伯以及你的诸圣的团体。求你不要看我们的功过，但按你的宽仁好施，恩准我们加入诸圣的行列。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上主，你藉着他不断不停地创造圣化之生，降福这一切美好之物，而赐给我们。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有承受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你们既然同基督一齐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应该体味的是天上的事。阿里路亚。既然各位现在不能够实领圣体，我们继续去打开我们的心扉，邀请天主去跟我们用祂只有祂懂得的方法，跟我们有如领受圣体一样，那么密切地合而为一。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愿使你的圣宠在我们身上发挥圆满的效果，使我们来日得享永远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
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弥撒礼声，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感谢天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我哋会继续我哋呢、这个慈悲串经啦。今日我哋系第去到第五天啦。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耶稣对父天拿修女说：在这九日内，你要把灵魂带到我慈悲的泉源内，使他们在此获取力量和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恩宠，以应付生活中的困难。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刻，每天你要把不同的灵魂投进我慈悲的汪洋中。我要把他们带到我父的家，你每天也要从我的悲惨苦难获取力量，为这些灵魂祈求天父。今天把散布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灵魂带到我跟前来，把他们投进我慈悲的汪洋中。我在受苦时候，他们撕裂了我的身躯和圣心，那就是教会。当他们回头与教会合而为一时，我的伤口便会痊愈，减轻我的痛苦。在这里也加上今天在这个疫症之中临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又跟他们、身边很密切的人、所有前线要照顾他们的弟兄姊妹。至仁慈的耶稣，你就是美善，你不会拒绝那些谦逊地向你祈求光照的人。求你把散布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灵魂收纳在你至慈爱的圣心中。求你以真光光照他们，使他们重新与教会合而为一，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慈爱之心，但赐他们前来钦崇你的无限慈悲。永生之父，求以慈目垂顾散布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灵魂，他们没有珍惜你的恩惠，滥用圣宠，顽固地继续犯错。求你不要看他们的罪过，但看你圣子的爱情和他为他们所受的悲惨苦难，因为他们也收纳在耶稣至慈爱的圣心里。求赐他们光荣你伟大的慈悲，直至无穷之世。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孕，又童贞玛利亚诞生，就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义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子悲惨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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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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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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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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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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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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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
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Hallelujah, Hallelujah.